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开箱 CT 的圣诞限量日历盘。今年的圣诞限量呢，是以蓝色的宇宙为主题，整一个超级美的。我们把它打开，一打开的话呢，跟往常一样，就是立志要闪瞎你的眼，有没有？然后里面呢，一共是有12个小格，每一格呢，里面都有不一样的东西。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吧。今年的圣诞套里面依旧有他们招牌的面膜，都是15毫升的，然后还有妆前打底跟这个 Supermodel Body， 就你用在身上会闪闪的，偶尔啊夏天的时候，还有一些重要场合的时候可以把它涂在身上。然后就是我最爱的这个奇迹面霜，这个奇迹面霜简直就是干皮的救星，干皮一定要用它，取一点点就可以了，然后在化妆之前放在手掌心，然后拍打在脸上哦，就不要像cream 那样抹在脸上，就只是拍在脸上压在脸上，这一个效果超级好的。自己的话鼻子那边经常出皮嘛，所以我上妆之前是一定要用这个的啊。就是这个眼影膏，这个眼影膏超闪的那种古铜色，有没有？除了做眼影膏之外，我觉得非常适合用来画锁骨。口红的话呢，是我自己最喜欢的 Pillow Talk， 还有这个 Sexy Lips。 Sexy Lips 的颜色比较浅一点，然后 Pillow Talk 真的是我自己唯一一支用到快完的口红。今年这一整套里面最让我惊艳的就是这一个眼影笔，因为我自己是很喜欢用这种眼影笔的，然后呢用来画卧蚕又方便又好看。 CT 家的这个我还没有尝试过，所以收到它的时候超开心。然后这个的颜色是 Champion Diamond， 然后它的颜色是那种香槟色的，超适合用来画卧蚕跟眼头。然后接下来就是这样小小一支眼线笔，是深棕色的，然后是他们家的睫毛膏。我今年真的收了好多支这种小小的睫毛膏，感恩自己一年每一天都可以用不同牌子的睫毛膏。最后就是这一个眼唇卸妆液，30毫升的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iPhone 后置无滤镜试色。接下来是今年的圣诞限量眼影盘，今年的这一盘包装比去年好看太多了，里面都是 bling bling 的超闪。今年它这一盘的颜色呢，我一开始觉得前面六个颜色有一点点炒去年的冷饭，所以呢我没有很推荐大家入，但是呢我去试了一下之后，我发现天哪还是要入，因为后面那六个颜色很赞，那个绿色跟那个蓝色都超好看的，不会特别深，尤其是那个蓝色真的是超级鲜的颜色。星空包装的除了日历跟眼影之外呢，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家最出名的修容盘，我自己的那一盘已经用到见铁皮了，但是呢那一个包装的我没有抢到。最后就是他们家今年出的这个面部盘，这个面部盘的包装真的超美，尤其是在光下面真的超级鲜的。这个面部盘呢一共是有三个眼影色，一个高光一个阴影，然后两个腮红。那总体来说的话呢，它的颜色呢是比较自然的那一种，就不会说特别特别啦，但是的话呢对于新手来说我觉得是可以收的，那如果你们家已经有很多这种类似色系的话呢，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。好啦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不要忘了点赞关注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